声带，寻找一把爱的声音。经过几个月的招募活动，十六位年轻实力派选手隆重登场，大家将在12月28日晚迎接挑战。别再抱怨，伤心也要放假。有没有也会有一点心动的时候，但是说不出口。你的爱气势如虹，像个人气高举不下的是人生的意义。不爱让人紧张，忘不了那个人就投降。我的不对，你敢不敢爱个人如此卑微？一同用声音的力量为穿越孤儿残障中心募捐，欢迎大家一起来见证性声带的诞生。宣传媒体微梦 TV， 宣传 APP EP， 主办单位性带慈善机构。性声带，寻找一把爱的声音。12月28日，八声福建会馆隆重引爆，四大重量级评审阵容隆重登场。流行音乐教育家黄俊维，马来西亚实力拜次冠军歌后谭威文，悦耳动听好声音 Seven 刘嘉义，声势强大无人能敌 Wendy 胡桂仪，实力派表演嘉宾吴一磊，来自全马16位实力参赛选手，一同用声音的力量为 Cherry 孤儿残障中心募捐，让他们渡过难关。当天免费入场，开放给大家投票决定性声带的诞生，我们不见不散。让爱传承，幸福下一代。
或者是代号来决定的。OK， 所以它跟任何的宗教是没有关系，因为数字本身是一个交易嘛。嗯。哦，就是今天无论你是谁，哦，你的身上的所有上下都跟数字有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很简单嘛，今天你的体重多少 kg 啦，是不是以数字来代表？哦，从这个数字的方面，你可以看得出，哎，这个人我应该怎么跟他沟通？嗯，我应该怎么跟他交流？我应该该相信不相信他之类的。其实，哦，他的成功率是可以达到整70%，我们不要讲80%。所以就是今天这个人生长在什么样的磁场，他就自然会形成什么样的一个人物出来。这样，不管今天你是谁 ，OK，什么种族、什么宗教、马星宫的号码，嗯 ，OK， 但是注意是他会不会用。好，OK，每个人都是一个源头。所谓的命运，今天的好坏，同样是刀，可能可以成为雕刻师傅，对，可以杀人凶手。鱼们 TV 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今天来到了我们的这个新节目《素约女人心》第二集。那在我身边的有 Dato Sri Nelson 在我们的现场。那 Dato Sri Nelson 今天呢将为我们带来的主题是大家非常期待的，就是名牌的磁场，就是名牌跟你的关系和人为什么要用名牌，哪一个名牌适合你使用。请把这一个连接分享出去，给更加多的朋友进来跟你一起收看素约女人心。欢迎我们的 Dato Sri Nelson 在我们的现场。 Hello 各位观众。 Hello. 分享哦，记得 share 哦。 Hello OK 好了，分享更多。那师傅你 好，今天我们将分享的主题就是跟名牌有关系的，是吗？对呀，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名牌，或者是招牌，是就是关系到牌子的都有的去解释。OK， 今天是这样嘛？今天如果是以名牌来说，为什么我今天会讲名牌？因为接下来就要农历新年了嘛，对不对？像每一个人都要准备买新衣服啦。对了 ，OK， 在很传统的日子里面，每个人都会选择，哎，新春呢、啊、就要换衣换新衣。不管是内在外在都要换一换。就有人就会去买大红大紫的衣来穿嘛，对不对？但是，有多少个人有了解到，其实今天我们身上穿的每一个衣服的牌子，OK， 就是牌子也好，或者是说在我们衣裳上面的任何的那个字母或者任何的图案，其实都可以影响到 OK 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个磁场。就简单来说嘛，对不对？今天，我们就打个比如啊，一个文质彬彬的一个小伙子，对，他应该穿怎么样的衣服？对，就是跟我们讲的就是穿着的学问有关系。一个大老板应该穿怎样的衣服？或者是一个小学生他应该穿怎样的衣服？那么跟牌子有什么关系？对，因为牌子我们很好奇这一个。对，因为牌子是这样，打个比方，今天很多你可以看到很多人都很喜欢用一些牌子，打个比方是一个 V 字头的牌子。V 字头的。V 字头牌子啊，相信如果大家懂的话，都知道我在整什么牌子吧，对不对 ？OK，V 字头牌子来讲的话，它本身里面就是有一个带财富的一个。是 B。V。V。V 就是这个 V。OK。有一个叫 V 字头的牌子。OK。相信有很多老板或者很多年轻人或者很多一些做偏门的都很喜欢穿的。懂了。哎，那为什么这个牌子呢？为什么这样多人喜欢穿，或者是穿了之后他们有什么效果？因为这个牌子本身来讲的话，它就是一个带财的一个牌子。是这样子吗？是啊，你可以看带财的牌子。对啊，那 Women TV 的 V 本身就带财吗？Women TV 的也是带财，但是结果不一样。
啊，因为不是说 V 字头的就是一个结果，是因为整组的那个字母、整组的牌子里面它的开头过程跟结尾它是带什么字母的组合。对，然后我们就讲、我们先拿另外一个例子吧。嗯，就打个比方，你知道 Madonna 吗？嗯，那 Madonna 为什么可以风飞全球？嗯，因为它的标志是什么？就是一个 M 字。嗯，对。OK， 如果简单讲的话、你可以讲说 M 是代表 money， 对不对？ Right。 在英文字母它可以代表钱。嗯，在数字里面 M 也是代表一个数字的职场。嗯，然后你可以看 Baskin Robbins， 嗯，有没有？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它的招牌有一数字？嗯，啊，它有一个很特殊的数叫三十一。哦，三十一也是一个财富。嗯，所以今天很多人有没有去注意到自己所用的牌子，所用自己身上的穿的每个牌子的那个关系？嗯，除了今天颜色，或者是它的款式，还是？任何的一些就是它的就是它的款式之外了，嗯，就是很多人没有去想一下，哎，它牌子有关系，嗯，原来每一个牌子，就算它是英文字母，它也带有数字。对呀、好像球鞋，嗯，很多人都会想到 Adidas，或者是 Nike， 或者是很多牌子嘛，对。嗯、那有没有人想过，这牌子为什么可以立刻这个全球？嗯，因为。每一个牌子它的市场它真的是带了一个生机跟商机，生机跟商机。哇哦 OK， 人家讲的取对名就会富贵一生嘛。嗯，那你用对牌子你也会幸运一生。嗯，为什么？因为牌子这东西每天我们都会穿在身上。嗯，我们每天都会出街或者是去做任何的生意还是怎样讲都好。嗯 OK， 这样它的影响力也很大，因为你是差不多是整天都穿在身上的。嗯，打个比方，你今天出街可能穿的某个牌子，你最少穿十多个小时。嗯，对不对？这十多个小时，这整个服装的磁场会不会影响你？嗯，因为人都是视觉动物嘛，对不对？嗯，第一眼一看到对方的时候，那个视觉感是从哪里来？人靠衣装啊，人靠衣装，佛靠金装嘛，对不对？嗯、但今天一个。人他只要把某些牌子穿下去的时候会特别的有那个磁场。嗯，有没有注意有些人即使穿了名牌人家都不看他一眼。嗯，但某些人即使没有名牌身上白衣一套都会很吸引的。这个奥秘又是在哪里呢？因为这就是一个磁场的奥秘。嗯，因为今天不是每个牌子名牌都适合每个人用。打个比方、V 字的牌子如果给予没有野心的人你给他用就等于害了他。嗯，因为 V 字头的牌子他是要有野心才能够驾驭他，就像他牌子就像一匹野马。嗯嗯，你要如何驾驭这匹野马变成宝马。嗯啊，就像今天除了这个服装品牌我们身上用的还包括我们的坐骑就是我们的车，你买什么车你用什么手机什么牌子手机其实都有影响的。嗯啊，嗯，包括今天我们在用的电脑、为什么用 Apple， 为什么 Apple 在市场上可以这么的、有效率或者是这么多人要用。嗯啊，为什么每个牌子都有可以鹤立在整个全球这么久。嗯，那为什么有的牌子才出不到几年虽然都很像很好用、可是到最后就很容易出现了、公司的问题或者是资金短缺什么之类的都有、所以今天牌子就是一个组合，都是一个磁场组合。嗯、只要你用对磁场 OK， 其实磁场就可以协助你，因为这是属于外在的。嗯，当然内在跟外在哪个重要，两个都重要，但是今天你走出去人家还没有看你内在，但是已经把你外在看了一片，先看这样你说你的外在重不重要？先看外在，从头到脚打量一片、从下面看到上面、再从上面看到下面、再从下面看到上面。嗯，这是事实啊。真的吗？这是事实啊，因为很现实嘛、所以今天新年要到了嘛，对不对？嗯，所以很多人都会想着，哎，我到底要买什么牌子的衣服，可能他们只是在注重在颜色。嗯 ，OK， 可能注重在一些款式还是什么东西、但是今天就是讲一下，其实
今天每一个牌子都有它的故事。嗯，你想要钱，你可以找有财富的牌子。嗯 ，OK， 通常有财富牌子呢，你可以看到，就讲这样说吧，应该有一个 M 字的，都是有财富的牌子。有一个 M 字的，就是有财富的牌子。啊、对，写下来。但是 M 在哪里，那是一回事哈。啊。OK，、嗯、因为今天也不可能够说告诉大家说，哎，你应该用什么牌子？因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用的牌子都不一样，都因人而异。对，因人而异。嗯，然后有的人他适合 M， 有的人不适合。嗯，好像打个比方，今天有的人要买包包给人，他们就想，哎，我要买什么牌子包包？嗯，其实包包也是有牌子的效应。嗯，啊，该送人的可以用什么包包？该自己用的什么包包？嗯啊，为什么？因为每个磁场的对应都不一样。嗯，那包包来说，嗯、对女性观众朋友来说，包包一定是那个 L 字头的，是不是？啊、好了，那我就讲一下 L 字头的，大家都懂了。嗯 ，OK， 多数人拿 L 字头的包包呢，都有一个状况的。第一个，它是很豪气。豪气。对，就像男子性格，如果是在女子身上用的时候，它就是属于男子性格的那个豪气。嗯，然后就是属于那种重情义的人哦、钱来得快哦 ，OK， 然后也享受得快哦、不是花得快，是享受得快。嗯，就是说他会有一股冲动力，嗯、我很想去享受这个财富，然后当这个财富没了之后，他又有一股冲动力，我又想去找多更多的财富进来。嗯，L字头，而且L字头的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嗯，因为如果今天一个人没有那个冲劲力的，你去拿，它会反效果。如果今天你有一个很好的冲劲力，这个L字头可以给你带来很多很多的财富，甚至很多很多的人脉。哦，啊，那L字头的牌子基本上，它的整个包包都是它的牌子，就一眼看去就知道。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是这样，即使它的牌子今天还有很多字嘛，对不对、嗯？但是今天你们每次叫这个牌子叫什么名字，嗯、就是以那个为主，哦、就是 short form 为主。嗯 ，OK。啊，不是以它的全名为、嗯，因为全名是没人叫，就好像今天我叫你美女，嗯，跟我叫你的名字有没有分别？有啊。啊，对啦。嗯，就是好像我今天看到美女，就叫哎美女你好啊。嗯，还是我叫你名字，是不是有两个的不一样意思？有不一样意思。对对，美女是比较贴切嘛。叫美女有一点调戏的意思。啊、调戏或者是称赞的意思嘛，嗯、对不对、嗯嗯？叫名字是比较属于官方的意思嘛，对不对？是。所以今天人家一看到这个包包，人家就会讲它的 short form 啦。嗯，对对。嗯。啊，所以基本上很多市场的人。都在用 L 字头的包包或者 L 字头的任何的一样东西。嗯 ，OK， 所以今天有用这样的包包的人，通常他的脾气都会比较激动一点，比较激情一点、哦、啊，对任何人都比较有所谓的就是用情比较深的一点。用情比较深，对，所谓的情就是、嗯、可能就是说友谊的情，嗯，或者是比较容易在。任何的感情上、哦、都比较有那个澎湃的感觉。嗯、啊、这就是在 L 的那个牌子里面。嗯嗯嗯 OK， 也有人用了 L 字真的富贵一生，也有人当一拿到 L 的牌子之后、嗯、就马上什么都没有、啊、都会有的。哦，都会有不同的状况。对啊、嗯、因为一样嘛，今天你的磁场不适合这个牌子的时候，当你去拿的时候就不匹配嘛。嗯，当你不匹配的时候就有反效果啊。嗯啊，就像这就是一个磁场的效应。嗯啊，所以通常还有什么牌子啊，就是有比较爱马仕啊，爱牌子，爱牌子，嗯，爱牌子，爱牌子是什么牌子啊？黑字头的啊，黑字头，嗯啊，黑字头的啊，这个牌子呢也要有分量人才可以拿的。嗯OK， 而且这个有分量的呢，就是说他是有很大的那种艺术细胞，或者是有很大的所谓的就是怎么讲呢、啊、比较脑袋比较机灵的人，像是高官达人，高官达人或者是一些比较拥有权势的人拿的。嗯，我马来西亚就有一个例子。但是今天这个牌子虽然可以让你
会放很大，但是也因为你用就是过量的用它的时候也会导致的负面。因为不管什么牌子都好，都没有好与坏，都有它的效果，都可以达到你们想要的东西，但是我们讲的就是适可而止。就打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就打个比方，可能今天这牌子你很喜欢，但是你知道这牌子可能对我没什么好处，或者是有什么负面的，那没关系，你就要先了解这牌子它主要的利益在哪里。当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用上这个牌子搭配你这个利，那利就来了。因为我们除了赚钱可能就是交际，可能感情还是什么嘛，对不对？当今天你不在赚钱的状态下，你去拿一个赚钱的牌子放在身上，就变成当你在休闲的时候，你的脑袋也会在想着怎么找钱。哦，这样子我就应该拿一个黑字牌的牌子，黑字牌的牌子让我更加有动力。那个有动力，但是这个动力会让你无时无刻的休息不到，都在烦恼。对，你会想着怎么样创造，怎么样的去创新，之类之类的。所以拿这种牌子的一般也要那个人本身拥有一个大气或者是大度的一个容量，我才可以配得上它。而不是说今天这个牌子很好，看到很有财富我就去拿，结果那个时候你没财富，为什么？因为每个牌子它的财富都有一个原因，为什么这个财富会来？OK， 好像这个黑字头的，你就是要到处去展现你的所谓的艺术才华，或者是协助你身边很重要的人， OK， 然后这个牌子又有一个掌控权在里面，当然掌控的好自然什么都会得，掌控的不好那就会什么都失去。那么我们听到这里，观众朋友们可能你们会有一个疑问，到底什么样的人你们应该配哪一个牌子的这些品牌呢？其实他们要怎么知道自己适合哪一个品牌？ OK， 因为如果说每个人呢到底怎么适合呢，在这边就也不能够一一的去解说，因为这是关系到每一个人本身的磁场。OK， 这个是就是可以讲说是可能就是要找个时间单独聊一下，来先了解他本身的磁场，然后再来去决定他适合哪一样的牌子。因为牌子的价格也是有分的，可能今天你的经济不是怎么好，那如果今天你说这个牌子的价格很高也用不到，对不对？所以也有很多方法去改善这个东西。除了用牌子之外，也可以在衣服上设计一些有能量场的一些图案，或者是一些字母一些数字来代替也可以。就是我们讲的你今天缺什么，我可以创造这个磁场给你。但是这个磁场不一定是创造给你之后你就得到，因为打个比方说今天你想要你的人际关系好，但如果今天你不主动走出去，即使我给你一个人际关系的磁场在你身上，你不走出去，那磁场怎么会效应呢？有道理。所以这东西都是互动的。不过最起码说每个磁场都可以带来你们想要的。你要钱有钱，你要情有情，你要啥有啥。但是重点是你有没有去跟他配合，或者是跟他相应。这所有的磁场都是要互相相应，互相吸引。因为我们把牌子带下去，就像今天把一个能量场，就是钱财能量带在身上嘛，对不对？但能量场它就自然可以吸引很多同类的那个磁场回来。这叫吸引力嘛。OK， 如果今天你的能量场放在身上，你只是吸引一些叫做对你没意义的东西，它就自然你找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意义。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出到外面做市场 ，OK， 为什么简单？有的人同样的东西，他们简单就做到。为什么你穿得很好看，但是很庄严，但是你什么都做不到？这也是关系到他穿着的品牌跟磁场关系。因为你发出的磁场是什么，你就会回收什么。原来是这样。包括我们用的香水啊，都有能量场。香水都有能量场。所以今天香水你看这么多牌子嘛，对不对？你看很多牌子的香水，有的是
一涂下去或者一喷下去就可以吸引很多的那个人际关系。嗯，为什么会这样？嗯，除了它的品牌之外，而且香水里面本身的成分也因为这个牌子而影响的。嗯，因为香水的瓶子是不是刻上它的招牌或者是它的牌子？嗯，而且这个牌子的这个磁场就会影响整个的那个香水的里面的那个容量的那个那个磁场。比如香水的牌子，你们会想到什么牌子呢？你可以在下面留言。OK， 打个比方，现在比较普遍可以看到 C 字头的。香奈儿。C 字头的就是是啊，香奈儿是吗？是啊 ，CK 啊。CK 还是香奈儿 ？CK。嗯。就是这个牌子，它本身也是一个富有很大的一个财富的那个市场。OK， 那么。有多少个人明白怎么用？嗯，因为每如果今天你是去赚钱的时候，这样你要搭配什么样的牌子的香水？嗯，或者是你要搭配怎样的衣服之类，其实都有讲究的。嗯，并不是一支香水走天下。对，所以你看有些人他们用的香水牌子可以用很多种。嗯。当可能要出席晚会，他就会用什么香水？他可能要出席去一些谈生意的，就用什么香水？嗯，这是对香水有研究的人他们都懂的，啊，但是在磁场学里面是有另外一个讲法。嗯，今天你要什么，你喷什么？哦，要什么喷什么？对呀、啊。那D字头的嘞？嗯，D字头。D 是什么？Dior。OK， Dior 那个香水的牌子，它最主要是什么？它是散发你的艺术身份。散发艺术的身份，身份，艺术的天分哦，艺术的天分啊，哦，那这个香水你用了之后，你会觉得很多的想法，嗯，很多的 idea，嗯，或者是刚开始的时候你觉得很爽，很舒服，嗯，因为它这个磁场是带给你什么，就是一个，很 enjoy 的，嗯，但是后面是会有一个东西产生，就是你的你的思维会比较 active。嗯那么还有什么？还有一个我喜欢的品牌就是 Hugo Boss。OK， 如果是 Hugo Boss 来讲的话，这个牌子呢，基本上就是说，因为它是属于领导型的牌子。嗯。OK， 所以它这个牌子也是要靠什么？靠沟通。靠沟通，对，就是我们讲的，就靠你这把口，怎么把你要东西说回来，哦，或者是要怎么把这东西说出去，引更多人注意，所以你今天你是个领导，你想要的东西都有领导成分在里头，哦，难怪好我喜欢的，但是重点是你有发觉到吗？它的整个的品牌里面。它都有一个重点，就是它里面的数字磁场都跟你的行业有关系。嗯，对呀、啊。如果说你说你喜欢这个 hash 的这个东西，因为它基本上它就是要开口的，嗯，就是要去用沟通方式，或者是就是你要怎样用你的沟通去影响人就对了。嗯。或者是其他的方面有什么，可能有美容的、医药的都会在里面。嗯还有几个的产品在里头，嗯，最重要的是，它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领导层面在里头，但是如果这种的牌子你用的时间很长的时候，的确是可以带一些你想要的东西，但是你的压力会上大，所以牌子是这样的，这样说吧，你该做什么时候你就用什么牌子。该做什么的时候用什么牌子？在做事业你就用事业的牌子，该休闲你就用休闲牌子。OK， 该去就是见人就用见人的牌子。那么休闲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牌子呢？如果休闲的，通常都是 R 或者 X。R 或者 X。X。OK， 就是有一个 R 字头。不管它在哪一个中间还是 在尾端，嗯 okay, 通常 R 的就是可以去享受的，可以去享受，但是说也要配合一个东西，当你要享受的时候，你的本身的那个思维有没有想去享受，
嗯，啊、不然我就只想给你去享受，这个还很重要哎。那、啊、你又在烦你的东西的时候，那、嗯啊、怎么享受啊？嗯，对吗？所以说，今天磁场一定要相应跟配合，并不是说，哎，这个牌子有钱，我给你穿了、嗯、你就有钱。嗯 ，OK， 所以不要误会哈、哦。啊 ，Candy 他说、啊、，Candy 他说，那么我要用多一点的哦，有艺术细胞哈。嗯、啊、嗯 ，OK， 因为每个的牌子都带一些信息嘛，所以我们可以很自然的，就是、嗯、今天哎，我想要做什么，我就可以用什么。嗯，啊就是、是我们去驾驭它。对，我们去驾驭它。嗯，就像今天美容美容的产品。嗯，也是很多牌子嘛，对不对？对，包括唇膏啊、什么什么之类，都有很多牌子嘛，对不对、嗯？其实这些牌子都有故事，哦，所以牌子的学问是蛮大的。嗯，那唇膏应该如何选择呢？啊、也是一样啊，就看你这唇膏你要在用在什么场合啊，嗯，然后你要你的唇膏就带什么的信息给你啊。这个东西等有机会真的、哦、有机会我们来开一个公益课、嗯、让大家来参加大家来学习、嗯啊、这样就有机会跟大家讲解。那我们假设、嗯、我们问观众一下、嗯、如果、啊、今天那都是林鸟生决定开课开公益课、啊嗯、我们 Women TV 来 organize 的话应该没有人反对啦，但是我想问的问题是你们会来参加吗？会不会带人来参加呢？嗯，是啊，因为今天我们想办千人的是，对，我们想办一个千人的公益课，嗯，哦，就是让大家有机会，哦，真的去学习到整个的能量磁场、数字磁场，嗯、哦，甚至一些所谓的命运的磁场、嗯，因为每个人都很想转好运嘛，嗯，对不对？但该怎么转？嗯，也不是说今天我给你一个好的磁场，你就用得上啊，嗯，所以这东西都是叫内外要配合，嗯。OK， 所、so, 以如果说今天会预定可能在2020年的年初 ，OK， 就是可能就是会办一场这个千人的一个讲座，公益课，对，公益课，嗯，可能就让你上个两天的课程，嗯 ，OK， 就是完全免费的，哇哦，嗯，会参加吗？来、哦，那么会参加的朋友，等一下你们就可以 PM 一下 Women TV。就是说我要参加 Dr.Sri Nelson 公益课，另外我们收到有1000人的订单，我们将会公布地点、嗯、对，这次如果我们做了这个公益课是为什么？因为我想要让更多人呢有机会去认识所谓能量磁场。嗯，因为能量磁场当你懂得操控，你懂得驾驭之后，其实就可以改变自己的磁场、嗯、那么自己的磁场又可以影响到身边的人、嗯、去改变更多人磁场，其实就是一个公益的举动。嗯啊，当然也有人会想着，哎，真的有这么好真的是不收钱吗？的确是不收钱。嗯嗯，因为这一场公益就是我多年来的一个经验想分享给大家。嗯，因为在市场上也有太多的所谓的课程，嗯，到最后到底可以带给人什么，这我就不说了。但是今天我是有一个经验，哎，让更多人去了解所谓的能量场，了解自己的磁场。你要先了解自己、嗯、然后才怎样才知道你怎样去驾驭这个所谓的能量磁场。嗯、哦，其实一点都不难，就好像今天我给你一辆跑车，如果今天你不会驾跑车，我给你驾那辆车包撞了，对不对？肯定 虽然是同样一辆车，对，但是普通车跟跑车的分别是不是有点不一样？虽然都有四力轮子嘛，对不对、嗯、？OK， 如果今天你驾跑车用回驾普通车心态，那这辆跑车就是不会冲，也不懂是什么，爆发不到，就是爆发不到它原本的那个力量嘛，对不对？嗯所以如果今天你拿一辆普通车，但是你用跑车的方式去驾它，我这辆车就很快就、嗯、不懂会怎么样了。所以说所有东西都是要平衡。嗯 ，OK， 什么磁场该怎么驾驭、嗯、？OK， 你该怎么做，该怎么用，嗯、都是要先从内心开始。嗯所以说真的希望这2020的年初。哦、真的是跟Women TV 一起办一个千人的一个讲座，嗯，让我们这边可能有3位的讲师一同的去告诉大家，怎么样把用能量场改善我们的命运？对，
因为这改善命运不是说今天换个号码或者是穿个衣服就可以马上改变，嗯，一定要互相配合，嗯 ，OK。但是今天，如果说今天不要先调你的内心，嗯，那我们要调外表也行，嗯，只是说效果没那么的好，嗯。应该是从内到外，就是那个我们心里已经是整理好了，那我们再来整理外面。对呀，啊，嗯，因为很多人都喜欢就是急嘛，嗯，哦，希望我用了这东西我就可以得到我想要的，嗯，希望我穿了之后我就可以得到我想要的，而且很多人都是想马上要，所以你可以看哦。其实最基本最快的可以改善磁场啊，就是所谓的香水。嗯，啊，这是很就是很多人可以去尝试，因为香水的味道，它就是当你喷在身上的时候，嗯嗯，当你发出那个的香水味的磁场，真的是可以改善磁场之外，还可以吸引到你想要的东西。Oh, really？ 啊，明天我们一起去逛香水店。OK， 因为很简单嘛，今天，嗯，我就打个比方嘛，今天如果我们讲食物就好嘛，嗯嗯，你。今天煮咖喱会有什么味道？嗯，咖喱味。对咯，嗯，那如果今天你煮一些糖水的，会有什么味道？糖水味咯，一样的啊。所以如果今天你是煮咖喱的时候，嗯，你会不会吸引很喜欢吃咖喱的来？啊，会，对不对？你一闻到咖喱就，嗯，哦，那边有咖喱，很好吃。嗯，如果今天你是闻到那个斑斓叶的味道，嗯，哎，你就知道，哎，那边有糖水了。嗯，像今天你把财富的味道放在身上，嗯，像那个财富是不是闻到你的财富啊，嗯，那是不是同类朋友来一起相聚的，嗯，有道理啊，嗯，那么有财富也要有贵人嘛，对不对，嗯，其实也是有贵人的味道哦，啊，那要贵人要什么味道啊，这个就要留意一下，嗯嗯嗯，啊，过后我们的一个公益课，公益课会教，啊，嗯，对，所以我们在节目就不方便透露那么多。对，因为毕竟嗯，很多都是一个品牌的一个避免等一下人家说，哎，你怎么偏袒这个品牌，偏袒那品牌，是哦，那就嗯，有损商业的一个道德。对 ，OK， 对，是说今天大概就是这样来分享一下整个品牌，其实有很大的奥秘。嗯嗯，不管是什么牌子，都有它的故事。嗯啊。对，因为一个人会选什么牌子，也是他磁场带领他去选。那比如名车呢？嗯，名车，名车也是有故事啊。嗨，对呀，啊，好像今天比较比如说今天你驾 M 字头的车，嗯 ，OK， 你可以看很多人都是 M 字头的车，啊 ，M 字头的，嗯 ，M 字头有几款啊？有啊，也有高档的，也有低档啊，对不对？有三款哈。嗯。三角形的圆的里面有三只脚的 okay, 对，三只脚的人 OK， 你看他们驾这辆车的那个气场是什么，嗯，会有比较属于老实型的，嗯，但是如果是本身有很有那种善心的人配上这辆车就有很好的动力，嗯，如果今天他本身的磁场是比较偏向野心的，嗯，去驾这辆车的时候当然他的运势就是像山坡然后再往下跌的那故事，嗯，所以名车的牌子也要配合你本身的磁场，嗯 OK， 所以做销售的很多人以前都会用 B 字头的， B 字头的是什么，你可以发觉到你可以你可以发觉到，尤其是做销售业的，嗯，就是保险业或者是金融业的，嗯，在之前很多人都会用 B 字头的，嗯，因为这个牌子它主要就是你要靠你的口才去把东西引回来，哦，因为那一个牌子有叫 Big Mouth Woman OK，嗯，所以每一个行业他们会选的车都有故事在里头，嗯，除了车牌号码之外，嗯 ，OK， 都有他的故事，嗯，好像有的人觉得他自己本身比财富可能比较许可，他们去买了一辆很有名的跑车回来，嗯，结果就因为这辆跑车，可能一买回来之后开始就很好，可是突然间途中
哎，怎么了？运势跌了。嗯，或者你也发觉到，有的人买了跑车之后，突然间事情就很多了。嗯，哦，所以说牌子再配合它的车牌号，都是有息息相关的。嗯，别小看一个字母。嗯 ，OK， 每个字母的代表性都很强。好像今天我们讲一个 M 字头的字母就好了。嗯，你可以大概去捋一下。在马来西亚所有 M 字头的品牌有多少个？嗯 ，OK， 都比较 common 的。嗯，就是老虎头也是 M 字头。穷人啊，就是银行嘛，老虎头的。嗯，对对对对。OK， 然后还有一个 C 字头的。嗯，是。啊，这是一个 M 字头在里面。嗯嗯，还有什么？有 M 的哈，都要留意。对，那现在各位观众朋友，你们看到上面这一个标题呢，你们可以分享直播，让朋友一起来参加千人公益课。嗯嗯，对，所以今天无论是我们取名字，或者是今天我们人的名字，打个比方，今天我们都会有一个英文名嘛，对不对？其实英文名也是一个磁场啊，英文名也是一个磁场，也是那个人的品牌。对呀，因为今天你的品牌就是你的名字啊。嗯。这样，今天你叫比如讲你叫你叫什么啦 ？Annie 你看你的 Annie 就好了，你的 Annie 的整个的磁场就是属于说带给人家欢乐，带给人家欢喜，然后愿意牺牲自己的一个品牌，就是付出多得少的一个牌子。OK， 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品牌了。OK， 啊，每一个名字就是我们自己本身最原本的一个品牌。嗯，那我要如何转变那个磁场，让付出少少得大大的回报？嗯，这样磁场不用转变，最重要是你懂得你的磁场之后，你怎样顺着它，顺着它，然后把这个磁场呢带更多的东西给你啊。嗯，人家讲的付出要在对的地方啊，是，对不对？嗯，因为你这个磁场，可能你的付出会在很多地方，但是并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让你有收益。但是到最后你会不了了之，你觉得啊，算了吧，让老天去安排吧。啊，对对对，我会有这样子的。而且这个 Annie 这个品牌呢，它也是一个幕后领导者，就想说它是属于掌管幕后的一切的。虽然前面叫做在做前台嘛，对不对？其实你更适合就是在幕后为更多人去处理更多的案件方案之类的。是啊，这就是一个你的品牌。是我的工作就是解决问题。来，那么来，各位观众有没有什么问题？什么Pesilim 哦，好 ，Pesilim 这一个名字。OK，Pesilim 来讲的话，OK， 这个也是一个，就是因为有一个情的那个能量场在里面。嗯 ，OK， 什么叫情呢？就是当他为你付出的时候，他会为你牺牲的。嗯 ，OK， 但是今天他这种的这个磁场呢，就是说他带一个领导，但是他的领导呢，并不是。属于走前身领导。OK， 他就是一个默默的付出，默默的去处理，默默的去就是安排的一个人，或者是他可以代表着老板，代表着公司去谈任何事情。而且做人也比较耿直。OK， 然后找不到收不到钱可以找他去收。因为他讲求原则。OK， 虽然他带很多情谊嘛，但是他的原则性很高，他有原则。而你的不是没原则，而你是觉得啊，没关系吧，算了吧，算了吧，随便啦。这就是一个品牌啦。所以今天一间公司也是一样的，今天你要请一个做就是会计的，就是算钱的。如果他的磁场里面没带财富，你那盘账你给他算的时候，你说会有什么效果？这样请 accountant 也要看一下哦。所以你知道有多少公司请的每一个人，OK， 也很多人也不了解说到底我今天要怎么用人。其实就从可以从他们本身的这个自己的名牌或者本身自己的名字里面 ，OK， 去看得到他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因为
很多公司嘛就请了很多 accountant， 为什么呢？账越做就越差，越做就越死啊之类的一句话嘛，你要钱就要找钱的能量啊，你要玩就要找玩的能量，你要情就找情的能量啊。所以有的人你可以看为什么有的人也可以有很多情人，其实他名字里面也带很多情人的磁场在里头。哦 ，OK， 有的人都不帅啊，那为什么他的身边的另一半哎那么好看或者那么的妖艳之类的？因为他有这个能量场去吸引他回来。所以这就是一个能量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OK。有很多人留言的，师傅你挑一个吧。啊，没事，辛苦了，默默付出的 Patsy。收不到钱可以叫他去收。okay. 啊，如果是名字来讲的话呢，就是华语名也好，英文名都好。其实最重要的是今天你是就是被人家叫什么名而为定律。OK。就是今天不管你今天名你的华语名取得再好，那个是你的根，但是今天人家怎么叫你。OK， 你看在以前很多人就叫什么阿古阿猫的。对不对？阿杜阿高。阿杜阿高。所以那种的名字就是很多朋友的。为什么？猪朋狗友。猪朋狗友就是大家捞在一起嘛。对不对？因为这是你看以前他们就是哎怎样都可以的什么之类的，就老一辈的，对不对？但现在应该没有人这样取决名字的吧。没有啦。对不对？OK， 现在有啊，情侣之间叫小猪小猪猪，有没有啊？所以今天即使一个小的外号，OK， 它都也是一样可以影响一个磁场。为什么？因为打个比方，原本这个人是没脾气的，但是因为你放了一个有脾气的磁场在里头，比如有脾气的称呼。再你就看一下你身边有没有脾气的看他名字，我来分析一下。差不多有脾气的。OK，你看呢、我们讲的 P 字头开头的人，OK， 就是有 P 字母开头的，这些呢都是比较适合做什么？就是属于有用交际手腕的方式去做事情，OK， 但是有交际手腕之外呢，他又有一个问题，就是做人会矛盾。OK， 如果是只是在 P 看前面的话，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字母啊，对不对？但是今天以 P 开头的，都是以适合在交际领域里面，人家讲的 P 啊，OK， 如果是讲 M 字头的，就很摆明就是说今天是个财富能量场，OK， 如果是 N 字头的 ，OK， 就是属于他有这个能量场是人家的贵人，或者是他需要帮助更多人。所以每个字母开头的都有一个故事，好像 S 头的，S 字头的 ，S 头的 ，OK， 基本上这个人他就是要学会怎么样去低调，或者是学会怎么样弯腰去学更多东西，让更多的东西来称他为一个领导，这样的意思，所以磁场呢不只是号码而已，包括我们的字母符号。或者是随便你画个东西都是有磁场的。七力恩，你的名字真的是叫辣椒吗？对呀，他的确叫辣椒啊。七力恩 OK。所以七力恩你看他名字是在七力嘛，七力里面呢OK， 也是一个属于比较重情重义的人，而且做事呢也比较积极比较急性的人，但是他很小心，他会担心他做事做错啦，或者做事会搞糊涂啦什么之类的，因为我们看名字都是看在前面的，我们的姓我们不看，为什么？因为姓是全部都一样的，但是有搭配啦，对 Fiona， Fiona 问什么 F 好像 L 字头来讲的话OK， L 字头的人，他的名字呢，一开头的时候就是要看他是男还是女。OK， 如果是女的有 L 字头的话，其实你可以发觉到他都是，有点男子性格。L 字头。对。因为他本身磁场都是属于比较刚强、比较刚烈的一个磁场。比如 Leslie 啊，类似，所以你可以看有 L 字头的女性哈，你可以发觉一下，其实
都有几率都是属于就是在生意上都有一手的人，是不会输给人的，而且是都是在 marketing 或者是做一些策划上，都有一些成果的人，但有的人因为本身身上还没带嘛，对不对？但是你硬把这东西配下去，就变成反效果了，所以这是他的问题了，OK， 好像 Adam 就好，OK。Adam 他本身这个名字也是带财富的，OK， 但是这个带财富来讲他就必须付出更多，你越付出更多的时候，当你付出你的大爱的时候，你的财富就越多，因为 M 字头的这个财富能量场它是有一定的规律，就是你要怎么来拿到这个财富，因为财富的等级有八个，财富的等级有八个，有八个等级，OK， 所以 M 字头算是属于最大的，但是你要拿到最大的财富磁场的时候，你付出的东西是相对的，就像今天你要赚百万，你当然要付出百万的那个相对的能量，可能你是一个磁场是说，哎，你是可以付出小的可以得大也有，所以这个还是要看回自己本身，OK， 这样我要加一个 M 在我的名字前面，叫 Many， Many。OK， 好像阿字头来讲的话 ，OK， 这一生来讲的话就比较多故事。阿字头，如果是阿字头来讲的话，都是比较故事。然后，本身的这个能量场呢，就是属于比较多变化的，或者是多种才艺的在里头，OK， 不过如果是在健康方面来讲的话，就一定要注意，因为女性就很容易有荷尔蒙的问题，或者是有。一些隐藏性的疾病在里头，因为这些都是属于磁场比较劳累。好的地方是什么？他可以 enjoy 很享受，或者是他可以有很多的那个就是艺术细胞，可以让自己去处理掉他的负能量，如果当他不能够自己去处理负能量的话，就会造成另外一个磁场出来，所以磁场并没有好与坏，只要你用对或者是适当的去对应，其实它不只是可以帮到你，而且还可以让你化解很多的危机。OK， 来，还有什么？F 呢？ F 字头啊。F 字头来讲的话，这个呢就是我们讲的，你要我们讲的要多去学习，OK， 就是要多去学一些额外的课程，或者学习额外的一些就是知识，因为这个是属于智慧型的人，简单讲好听叫做脑袋就是要比较充电多一点啊，在不好听来讲的话。OK， 就是脑袋缺乏了一些根，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但不是每个人都会，只是因为整个的名字的构造的关系。OK， 当然我们不可以只是定一个字母来说。要看全部。对呀，因为每个字上的参差跟配合都不一样。OK。还有人发电话号码上来。李德胜。电话最后号码，我们现在才聊到这个品牌，现在我们聊到个人的名字。所以在品牌也好，个人名也好。iPhone， 哎呀 ，iPhone 呢？那有什么磁场？苹果。OK， 如果你是讲到这种手机的牌子的磁场呢，其实每个人会去找他的磁场的话，他都是会以自己本身的对应。OK， 为什么有的人喜欢用 iPhone， 为什么喜欢用 Android？ 因为他的用的那个感觉，方便使用啊。OK， 这个是跟感觉跟他的磁场感觉有关系。有的人就是即使 iPhone 几好用都好，他都不会想要，因为他的磁场的感觉不相应。就是这样简单。有道理。OK， 所以不是牌子好东西好就一定会有人家用。OK，
那么公司名字呢？你看，还有一个，你看我们讲的一个 M 字头，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M 字头嘛，对不对？嗯。市场上最常见的。嗯。啊，你知道什么牌子吗？是。啊，吃的还是？啊、吃的。麦当劳。啊，麦当劳之外还有呢，就是 Maggie 面啊。啊 ，Maggie 面，哈哈 ，OK。啊，所以是肚子饿的时候，一去到快熟店，就是想到 Maggie 先。嗯，是。对不对？嗯。所以这个 M 字头开头的都是有一个故事的，难怪啦，我们从小吃到大都不会厌倦、啊、所以今天有任何牌子的面嘛、嗯、对不对，你们我们都会把在 Maggie 面戴在口上，对对对，其实还有很多牌子、啊、对对，但是我们叫不出来，对 啊, 对啊，但是我们只记得 Maggie 面，嗯，它都是 M 带头的，嗯，那 M 这个 Maggie、啊、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是妈咪，嗯，对不对，妈咪也是、啊、妈咪也是 M 字头的，嗯，就小孩子最喜欢的妈咪，嗯，对对，所以你可以看回很多牌子有 M 字头的，嗯、啊、都有它的一定的一个磁场，嗯，像这个、嗯、这个 Vman TV 呢有 M 字头在里面呢，有啊，但是因为这个 Vman TV 它到最后它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属于付出型的，嗯，所以这个是娱乐的一个品牌，是 OK， 它只是一个付出型，嗯，即使今天这些公司可以挣了很多钱、嗯、但是他还是因为一个磁场就付出了，对对，所以 Vman TV 的理念一开始就是为社会贡献和付出的、啊、对啊、嗯、就是要让人家开心，让人家有一些良好的一些感觉之类的，嗯，因为有 M 的牌子，有 M 的字头 OK， 或者有 M 的本身的那个品牌里面，其实他的创办人都是属于比较善良或者是比较有慈善心的啊、一个领导哦、啊、原来是这样子、啊、当然也有一些部分真的是把钱财看得很重的、嗯、但是这是个人而已、嗯、但如果以整体来讲的话，有 M 字头的 OK， 他们的所谓创办人，他们的个人行为都不会极差，嗯、啊、这是有关系的，所以今天什么人创什么牌子，嗯，什么人啊、放什么名，都跟自身的磁场有关系，嗯、okay、原来如此，嗯嗯，哦哦，当然公司名字也有 M、啊、当然如果公司你放 M 字头，如果你配的不好的话，嗯，那个 M 也会不见掉，嗯 OK， 因为反而变成压力，对，就因为东西是要互相搭配，嗯，M 在前面， M 在后面， M 在中间，都有它的故事、嗯、当然你是否适合用 M 也不一定， 嗯、啊、所以只是一个大力这样来想，就是说 M 它是代表着财富而已，嗯，但是你是否能够用，是否能够匹配你，很另外一回事，嗯、啊、所以这个有机会真的是在公益课真的想在公益课里面给更多人去学习，是要让大多实力来给大家指点一下、嗯、啊，嗯 ，OK， 来，请问师傅 ，C 字头嘞 ？C 字头的人通常的脾气都会比较火爆的，哦，啊，嗯 ，OK， 或者是讲他的行动力比较积极，嗯 ，OK， 或者是说他的行动力也比人家的一般的快，比一般的人强的 C 字头。嗯嗯啊，那是这样意思。嗯，但是也要搭配后面的。嗯啊 ，OK， 啊，如果是 W 字头来讲的话呢，啊，这个东西也就是想说，他的口才方面就可以多加善用。嗯 啊, 啊，就是要用他那把口。嗯啊，怎样去得到他想要的？或者说 W 字头的人，通常都会有自己的一个自己的理念、自己的意见、自己的想法，嗯 ，OK， 简称叫固执啊、嗯、，OK， 然后好听叫坚持，坚持啊 ，OK， 因为他是一个可以讲是一个辩论高手，嗯，你可以是讲一个很无奈的一个人，嗯，是看他的磁场是走在哪一方面，嗯啊 ，OK。如果是那个 W 字头呢，也有很多因为这个 W 用对地方而很有名的、嗯、用对地方，对啊，好像汽车品牌有一个 W 啦、啊、嗯，对对对对吧，有吗，嗯，啊 W 啊，对啊、嗯、他是他的有他的名气，嗯啊，所以只要把
这些东西用在适当的地方或者用在对的地方，它就没有所谓的正负之分了。嗯，只要用对就不会有那个磁场的冲突问题了嘛。对呀、啊嗯、所以很简单嘛，今天你的磁场如果不相对的话，那你怎么会有那个 平均呢？嗯嗯，对对，就像今天这个是火的能量，这是水的能量，嗯，两个结合在一起叫什么，叫水火冲啊，水火不容啊，水火不容啊。嗯、这样如果今天你也是火他也是火、嗯、如果是两个温的火在一起叫做暖啊、嗯、如果两个火是大的叫做那个熊熊大火啊，这就是能量场的匹配啊。嗯，啊，当然今天每一件事情、哦、在事业上在感情上什么上都息息相关。嗯 OK OK、哦、我们刚刚说完了车、嗯、汽车包包、嗯、公司名字人的名字、嗯、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其实还有很多、嗯啊、包括你要如何每天创造能量场都可以说、啊、这个就留住下一集吧，下一集、啊、更加精彩，是哦，这个是每个人每天都必须要必须可以做的事情。嗯 ，OK， 啊，这个就要上一些数学课了。每天创造自己的能量场。对啊，包括你的，包括你在 parking 的时候，嗯，啊 ，parking 号 ，parking 的能量场也有关系。那么找不到 parking， 是啊，所以就只有一个 parking 啊，那就要学会怎么用它。嗯，所以今天。其实只要有符号有号码有什么有任何的牌子都有的说，嗯嗯，这样的意思、哦、所以等下一集有机会就来解释一下怎样去创造，因为新年也要到嘛，对不对，嗯，是不是每个人都想拍红包啦，嗯，或者每个人想接红包啦，嗯，这样要给多少红包才会利你也利对方呢，哇哦，这个主题好精彩、哦、我相信其实包括下个星期一定很多人、啊、包括每个人在包红包的时候、嗯、通常都是50、100这样来包嘛、嗯嗯、对不对，其实很多人都没有了解到，其实有特定的数字包给特定的人会有产生不同的共鸣哦，嗯 OK，想不想知道包红包应该包多少给长辈将会得到欢喜、哎、或者是包红包给你的小孩会怎样、啊、会乖乖听话吗，啊，对啊因为你在给红包也是给个祝福嘛，对不对、嗯、对，再加上你的这红包里面的钱的数量也是个能量场，嗯、啊、是 OK， 当然钱的东西没有人嫌多嘛，对不对，嗯、啊、但是用对磁场真的是不一样，哇哦，就在我们给出红包去祝福人家的同时、嗯、我们也拿到一个好的能量场，因为宇宙能量是这样的，宇宙能量的意思叫舍得嘛，对不对、嗯、当你舍了什么能量出去你就会得回什么能量啊，嗯，这样你说重要吗，非常重要，所以今天我们在用钱，嗯，我们在不管是银行转账，嗯，或者是用现金，嗯，其实都是一个能量场，嗯、啊、你怎么用钱，你对对对，好像打个比方OK， 我的习惯出去吃饭我一定会留一些那个小钱在这个桌子上，就留一个数字的小钱放在桌子上，最主要是说我把一个能量舍出去，嗯，当宇宙就会给回你一个能量，这也是创造能量的一种，是最快的，就是我们付钱的时候、嗯对啊、不是要给小费吗，你要给小费也可以、嗯、就是给小费给对数字的小费、嗯嗯、跟你随意给小费是不一样的，嗯，因为能量场是一个舍得跟付出跟 回,、嗯嗯啊、回力的一个循环，嗯，今天你要钱你不给钱的能量怎么来钱呢，是这样，你今天给上很多是非的能量场你来的也是是非多，对对不对，嗯，所以今天可以这样说，你要什么都可以做给你，最重要你要先了解自己适合什么，嗯，是的 OK， 下一集我们将会跟你分享红包应该怎么包，嗯，因为能量一定要讲求一个什么就是今天你给的让它好，嗯，那你自然也会得到好，
这样的一个循环。对，嗯 ，OK， 嗯。OK， 那下一集大家一定要密切的收看，然后把这个现在今天这个直播分享出去给更加多的朋友知道，然后下一集我们会再跟你聊一下关于这个啊新年要到了这个包红包的小细节。好，那接下来在这里有一点小小的通知要通知大家的，就是Dato Sri Nelson所领导的这个信贷慈善机构将在12月28号在主办一个信贷歌唱比赛，入场是免费的，请大家踊跃参与，地点是在巴生的福建会馆，不见不散。 OK， 好，那么我们下集再见，谢谢 Dato Sri Nelson 来到我们的现场跟我们一起分享。 okay， 我们下集再见哦，那我们下集再见吧，拜拜，拜拜。性生代，寻找一把爱的声音。12月28日，巴生福建会馆隆重引爆，四大重量级评审阵容隆重登场。流行音乐教育家黄俊维，马来西亚实力拜四冠军歌后谭威文，悦耳动听好声音 Seven 刘嘉义，声势强大无人能敌 Wendy 胡桂仪，实力派表演嘉宾吴一磊，来自全马16位实力参赛选手，一同用声音的力量为 Cheria 孤儿残障中心募捐，让他们度过难关。当天免费入场，开放给大家投票决定性生代的诞生，我们不见不散。让爱传承，幸福下一代。代号来决定的 ，OK， 所以它跟任何的宗教是没有关系，因为数字本身是一个交易嘛，就是今天无论你是谁，你的身上的所有上下都跟数字有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很简单嘛，今天你的体重多少 kg 啦，是不是以数字来代表？从这个数字的方面你可以看得出，哎，这个人我应该怎么跟他沟通，我应该怎么跟他交流，我应该该相信不相信他之类的。其实他的成功率是可以达到整70，我们不要讲80，所以就是今天这个人生长在什么样的磁场，他就自然会形成什么样的一个人物出来。不管今天你是谁 ，OK，什么种族、什么宗教、马星宫的号码，OK， 但是注意是他会不会用。OK， 每个人都是一个源头，所谓的命运，今天的好坏，同样是刀，可能可以成为雕刻师傅，对，可能可以杀人心肠。